我 snowboard 中に入ったのは別の部屋に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はい、大変混んでおりますよ。乗車の方。
这台我上次这样拍，我发现这样好掉手哦，这样好掉手。后来我想说，那你就把它反过来拍就好了，你哪怕这样大拇指按就好了，只是相片反过来到就到这再把它反过来就 OK 了。你到了，正快。啊，现在十一，现在十一而已。
话是，如果是我自己滑，我会去绑；跟你滑呢，因为我赚的钱我花的快，所以我要绑一下。然后现在我那个破开那个干破啊。哎，那你这个东西应该靠。他点下面就可以了，下面不绑。哦，下面已经扣好了。哦，下面不是很重要，但是我上面要拉起来。其实要绑也是可以的，我有试过，就透过，因为它那是软的，那是 OK 的。我们那边可能上不了这里。Heute.